这次300间房间就是由姚文设计师重新设计，后续由我负责。没问题，那你有什么要求？这个人就是当初姑姑要介绍给我的人。那个女生是姚设计师的侄女。那你们在聊的时候，她都没有跟你说吗？我才不想吃你煮的。我煮的面你还敢吃啊？每周一至周晚上8点 TVBS 欢乐台爱情公寓。